这样子哎呀，还有这个很漂亮，谁要直通泳池？我们的泳池就在这，太扯了。现在先来租摩托车，这是我租的机车，2500块，便宜。我们吃这家叫 Red Corner， 然后发现对面有一家 Blue Corner。 这样是同一个老板的。我们现在饿爆，我们从中午就没什么吃，吃一个麦当劳，然后晚上没吃。现在来吃住的旁边的，炭烤海鲜，它是有6只虾子，然后这个贻贝跟这个鱿鱼。 其他的我们已经吃完了，泰式炒河粉跟中央风。我们现在来骑摩托车来巴东的人妖秀，我们现在要进去喽。哦，进来了，我们要先换票吧，里面就不能拍照了。 他里面不能拍照。看完那个人妖秀了，就是他就是有中文、英文、什么韩文歌什么的，一个小时的表演。 刚看完表演，然后现在回来卡塔买个东西回去休息，明天要早起。然后我们现在都骑的我的摩托车，这是我的摩托车，超新的。哦，这是我们的泳池，chill。 太爽了吧！这边可以吃东西，然后还可以再泡下去。这早餐也太赞了吧！ 但我没空吃，现在剩5分钟可以吃，我们赶快吃完，然后现在跳岛的人会来接我们。刚才7点才出来，然后我们只能吃到7点半，所以我们大吃超饭，然后7点半那个司机就只能接我们。 现在等应该是等集合吧，然后这边还有那个饮料跟小点心可以吃，真的超赶的，我们只睡。
四个小时。然后我们早上一起床，我们只有二十分钟，不对，十五分钟可以吃东西。然后吃完就赶快坐车，坐车就过来。然后我们一到这边还要先付一个人要先付400块的导费，待会应该去那几个岛，有些岛要登岛费，然后他就先一起收一收。然后刚才那边还有晕船药可以吃，我们刚才出门的时候忘记吃，结果他的柜台那边就有晕船药可以。你要出发了，然后我租了蛙鞋。租蛙鞋要多100块。哦，小鲨鱼。我们现在要准备集合去下一个基地港。好，我们坐2分钟的船要去浮潜。Around here for 40 minutes. 然后这边有储藏位。他说这边好像早上来进来，晚上进来，正常，所以才进出来。Only sleep, no snorkeling.哇，刚才现在就浮潜完，然后现在上来在这里就可以拍照。现在在猴子沙滩，但是好像没几只猴子。刚才我们前第二次所以先玩了，然后现在要吃午餐了。哇哦，登陆啦！我买这个 Klook 的行程还要包含午餐呢，很赞呢。哇，太赞了！这是自助的，但这个行程蛮划算的。然后坐在那个旁边这里吃，我吃完了。它的扒带超好吃的，我觉得它的扒带最好吃。然后你觉得西瓜最好吃？现在我们在大的 PP 岛，这边有很多像市集这样，一摊一摊的。这个行程是在这边休息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，包含吃饭啊，然后在这边晃晃。假逛街，真吹冷气。吃完午餐在这边坐着等船，等一下要去浮潜。有人跑下去玩了，哇！福建那妹挡到他了，然后在这里
后一个到，下走。现在到最后一站。哦。蛋糕。我们在这边租了两张躺椅，150。然后我们导游那边还有很多那个水果啊什么可以吃的。再拍一次我们的饭店，哇，真的超美的，一个晚上才1800台币。再来泰国加油站体验泰国加油。我们在小红书上看到的，小红书上看到的店，大家排队。刚才这家看起来不怎么样的店买了一件衣服，因为我在旁边等，然后就进来买了。我们刚才要吃东西就等超久，现在还没有到我们，所以我现在旁边晃晃。然后这边是卡塔，算是比较没有巴东这么热闹，但是也是蛮多人的地方。在吃这个 A4 Restaurant 卡塔。青菜、玛格丽特、沙爹，然后等一下还有一个咖喱，绿咖喱吃，还有一个甜点。这些东西都不会太咸，这边吃的东西都比较咸。我现在骑着摩托车到巴东夜市，来逛一下巴东。我们现在到了巴东海滩的夜市，它是普吉岛最热闹的地方。天是来泰国睡最饱的一天，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。昨天住在这边吃早餐，但是很快大概只吃了5分钟吧。今天会吃久一点，今天要来再开箱一次这里的巴菲，1800块一碗的巴菲。可以接待。今天早上没行程，在这边待到10点才可以。我们现在退房了，然后待会我们要先寄行李，骑摩托车在卡塔这边晃晃。这饭店应该住一个礼拜的，只住3天真的是太少。现在要去悬崖咖啡厅。我现在在这家景观餐厅，可以看到海景。
点了一杯椰子汁，在这边这个餐厅喝这样椰子汁才50块。现在来卡塔的沙滩，第一次来卡塔的沙滩，来看看。这边可以租椅子，200块，应该是一个雨伞，然后两张椅子。然后我们先来走走，等一下看一下有没有租。那旁边的度假村都好漂亮哦。